晚晚七点睇容易，湾区生活 so easy。湾区生活知多啲，实在好容易。今期咧又嚟到阿发哥呢度听下歌仔啦。好啊、大家都知道咧，阿发哥咧系一个非常之发烧嘅发烧友嚟噶啦。咁、自己咧又响中山，今次咧我要补翻一个错误，就上次我采访完你之后咧，咁、有人就话：诶、你其实你讲错个名。系、先同大家介绍下阿发哥嘅铺头嘅位置咧，系响富源装饰城。富源彩虹装饰城系富源彩虹装饰城三栋嘅237卡，系啦，即系响二楼啊，响二楼嘅啊，大家会见到系 HiFi 通呢几个，冇错，呢几个招牌响出边嘅。咁响现场咧，我哋因为平时我上次拍完片就听过好多朋友都揾你，去报音响，系啲好高级嘅，即系啲即系发烧级别嘅一个音响设置啦。會找你這邊 去做，也有很多觀眾朋友平時問我、我在內地我買了一間屋，我的音響怎樣從香港搬回來，或者我這邊我想要砌一套很 high 卡的音響、是吧、怎麼辦、今天我這邊都會推薦阿發哥大家 去了解的了、這個就是阿發哥的微信、大家也可以添加這個微信，有音響方面的情況交流呢，可以跟阿發哥去一起交流一下嘅。咁我都個人都好多謝阿 Mango。咁上次就係訪問完之後咧，都好多香港嘅朋友喺中山啊，或者喺肇慶啊、三鄉啊，好多或者甚至珠海啊、廣州啊、深圳都有啲朋友嚟揾我去，即係簡單啲嘅就係有啲就家庭影院啦、或者就係嗰啲 HiFi 啊、膽機嗰啲都有咁樣嘅大家嘅合作機會。咁就好多謝阿 Mango 嘅用心用心嘅幫助我哋啦，支持大家去一班朋友，可以大家互相認識、互相去欣賞、互相去大家交流咯。我哋就係覺得好，所以同大家去推薦。咁咧未夠好，點解我話咧？因為你講發燒嗰啲咧，其實我哋有啲普即係好多朋友啦，佢未必即係之前未必咁發燒，係咪？可能淨係最簡單嘅聽音樂。係啊，咁你嗰啲太高級啦，我知道你幫好多大嘅品牌都提供技術，都唔係嘅，有上個支持千零蚊嗰啲有埋嗰啲充電式嗰啲喎，都可以啊，幾好玩啊，都有啦，嗰只我都買咗一隻噶啦，咁。今次咧，就係、想，因為臨近過年啊、我哋有個其實有好幾個朋友，包括其中有一個咧，就已經揾你安裝咗套家庭影音設備。咁呢套影音設備咧就9000多蚊。咁整套影音設備整落嚟之後咧，其實佢就覺得哇個效果幾好。咁就另外一個朋友睇到咧，就想去裝，所以一陣間我哋都會去埋嗰間屋嗰度裝埋呢一套設備。有介紹嘅，好嘅介紹，大家又識多個朋友啦。係啦，但係即係其實係一間屋嚟講咧，你如果平時睇電視、聽音樂、睇電影，你配一套呢啲影音設備，其實個效果會好好多。但係講真，我哋行外人，特別係越即係越初級嘅，其實係越需要你幫忙嘅。即係唔知道邊一種，即係有啲可能會使得好多嘅錢，但係佢買唔到嗰種效果。係、咁會唔會係即係你呢邊有冇一啲套餐咧？就俾到大家，我簡單啲，我選擇呢一個套餐。其實佢已經係媲美咗市場上嘅某一種可能更加貴或者性價比更加好嘅產品。因為以發燒級去衡量，幫我哋砌一啲出嚟。其實都有好多就係依年幾兩年嚟咧，都遇到好多香港朋友。其實佢想有啲音樂啊，即係屋企嗰度個新屋嗰度地方大啲，舒服啲、舒適啲，咁比香港唔使咁擠迫啊嘛。咁所以揾啲音樂去聽下歌，或者唱下歌，或者同又嚟睇下家庭影院咁樣一齊，大家開開心心嘅。咁其實套餐就套餐嘅簡單好，但係通常我哋都會有啲。睇因應唔同嘅客人嘅需求，可以有啲叫加減咁樣咯，同埋睇下張需要，或者慢慢我哋都經驗，即係唔係話一次過花好多嘅錢，咁簡單啲先，慢慢所知道自己再想要乜嘢去增加，去咁樣會好啲，好過浪費咗咯。OK， 咁好多朋友嚟到你內地嘅屋企嘅時候。多一個娛樂，梗係好噶啦，係嘛？大家呢邊唱下歌，嗰邊食下嘢。咁我哋稍後咧，呢邊咧同我哋介紹一下，因為有一個好幕後嘅身份咧，就係我又多咗個獎牌啊！呢個唔係我頒俾你啊，
係上次咧去呢個北京，係五一嘅五月一號就北京喺音響展，咁就好榮幸啦，就俾啲評委嗰度攞咗個最佳嘅舒格喇叭嘅展示獎。其實呢啲獎你攞好多㗎啦，多謝你。個技術咧，我知道咧係無論係雜誌好或者好多大嘅品牌，其實都揾阿法哥去呢邊交流嘅，係咁樣一個情況。咁所以咧佢嘅推薦，咁包括就好多朋友用完就覺得，真係感覺唔錯。咁今日咧，我哋從最簡單嘅每個家庭，譬如話你控制喺10,000元之內，睇下有邊一啲。即當然咧，有比佢更加平嘅嘢添，係係嘛？咁睇下你要嘅係邊一種品質，個質量係點？你同我哋介紹一下。咁一般屋企都有電視機啦，有幾多寸都有啦。咁最後咧，最簡單呢個就心臟啦。我哋就係裝光研發嘅，呢啲叫做混音功放，係多功能嘅，包括有藍牙可以無線連接你手機嘅歌，手機嘅歌睇電影都喺度咁樣，就喺度，然之後經過。我哋呢啲音箱，就係功放推動呢啲音箱，咁就可以出聲啦。而且仲有就係話，最好就係話，呢套混音功放咧，係已經係包埋一對專業嘅無線麥，係可以即刻可以唱 K 或者做有時做演講啊，各方面都得。喺屋企唔會做呢啲啊，都聲咁。好真喎！係啊，喂，我哋有時候咧去人哋屋企唱 K 咧，遇到一個尷尬嘅事情，就係你對住佢咧，佢會 V 一聲係啊，呢一種呢啲唔會嘅，會唔會咧？對住佢啦，咁樣成啊。咁一間就最好試咧，就係話唱個歌點住歌。譬如一般咧，再可以加一個呢啲就係 KTV 點歌，甚至有啲高清電影可以咁樣下載睇嘅。即係呢嚿嘢就係啊，同埋佢有除咗譬如一般咧，如果你睇下幾多 T 啦，佢有啲歌咧已經有，就算網絡下載咧。係可以即時去百幾萬首歌㗎啦，係不停嘅每個星期嘅更新嘅，可以撈咗之後下載咗就可以喺度唱歌㗎啦。OK OK， 咁即係一套我哋嘅 KTV 系統，係加埋呢個功放，係啊呢個功放亦都係你研究嘅，係啊，我哋合作同啲廠家一齊合作研究，咁就一齊推廣嘅。咁已經有埋好多呢啲全功能嘅，最方便咧就係話唔使走埋嚟，因為有陣時首首歌。的音樂背景或者歌曲背景又不同，就可以全部用遙控來調的了。它有電影模式、K 歌模式、甚至是模擬模式，即譬如你播 CD 機、甚至藍牙就是用手機射過去聽歌就可以了。咁呢一隻喺技術上佢有同其他出邊嘅普通嘅一啲功放，除開呢啲模式上咧，譬如話啲參數，佢會唔會有？依、這個就係功放咧，佢內置咗已經係350瓦一邊兩聲道嘅，咁仲可以再輸出低音炮嘅，有需要先至咁樣，同埋有埋 WiFi 啦，同埋有埋藍牙連線啦，同埋好多唔同嘅輸入可以嚟依個，第時拍下個遙控器咧就多功能噶啦，全部唔使走埋嚟慢慢調啦，可以揸住個遙控去就係隨心所欲去做啦。咁同埋佢好多。每一樣嘢都可以做一個預設嘅，即係設咗你個聲音係點樣，跟住就可以保存佢噶啦。咁所以好比較，但係依家你覺得好可能好複雜，慢慢玩開，同埋咧有曬好詳細嘅說明書，咁你就慢慢可以逐樣去發掘佢嘅優點出嚟咯。咁呢一套其實喺市面上其實算係絕對係入門級嘅比較好嘅選擇。其實坦白講，以前呢啲叫做家庭影院A.V. 啲咁樣嘅功放咧，其實我哋年青嗰陣時咧係日本天下嚟嘅，包括佢就係話安橋啊、馬蘭士啊、天龍啊、索尼啊、Sony 啦、但係而家係全部日本開始慢慢倒閉，嗰啲已經停產啦，因為而家喺技術創新方面，其實國內係更加即係中國更加厲害，此消彼長啊，係啊，而家嗰啲技術啊，依個咁嘅咁纖巧嘅功放。已經每一邊係有350瓦嘅輸出，可以控即係成個咁大幾大嘅就算別墅都可以覆蓋到聲。哇！咁勁啊！係啊，咁當然即係佢好夠力推喐啲喇叭嘅意思。佢350瓦係唔係普通嘅？一般嗰啲天龍啊嗰啲成都係100多瓦一邊嘅啫嘛，但係已經可能要買到幾萬蚊嘅咯喎。而家用緊幾千蚊，已經係350瓦，而且功能上邊或者音質方面個功率。放大方便都超越曬，所以真係而家國內即係就算而家連電視機
索尼都冇錢去研發啦，因為都唔夠國內嗰啲小米啊、小米啊、咩世界第二就係都係國內。OK， 想佔曬個性價比係超越咗咯。嗯，即係其實你係從國外玩到國內電子產品啦。咁以前都有加拿大都有嗰啲叫 AV 工坊啦，美國更加貴啦。而家差唔多全部都係倒閉，根本性價比好。價錢好，或者功能好，技術上技術上的突破都係此消彼長嘅。哇！係啊，喺過年期間聽到呢啲消息，今年一定大家都越嚟越好。係啊。OK， 咁睇翻呢一部機咧，佢個即係卡拉 OK 功能推埋呢度咧，呢個喇叭仔又有啲咩其他嘅？嗱，呢個喇叭亦都係我哋特別研發嚟嘅，可以就係做嗰啲家庭影院嘅，即係可以當然簡單啲就咁攞嚟做。唱歌已經夠㗎啦，因為我哋嘅設計特別在咧，就係、是、用一個叫做豪角式高音。呢、這個叫做咩 ？Horn effect 嘅，即係 horn tutor， 即係豪角式，佢嘅擴散度會好，所以覆蓋範圍，去擴散啲聲音，唔係就咁一點咁樣散出嚟，去成個咁樣好似以前。如果有看過叫泰山啦，我哋僆仔嗰時叫泰山啦，喺佢咁樣就係揸住，咁所以聲音會傳播得好厲害嘅。咁同埋依個咧就係話，因為真正 KTV 嗰度個動態要好犀利嘅，所以嘅用講呢個美女合金嘅，又輕又美女合金，美依類又輕又硬，所以可以承受好大嘅功率，都唔會失真。即係其實佢適合唱卡拉 OK。有些就可以做為環繞聲，因為好處就係、是，因為佢個氣孔再向前排、所以你不用貼住個牆，咪好像呼吸不暢順咯。咁呢個你向咗前面之後，咪可以咁樣。哦，即係後邊係冇氣孔嗰種。依個叫低音反射式啊嘛，將個低頻咁樣再谷出嚟。喂，其實呢種就好啱擺喺屋企嘅。係啊，簡單。或者你啲電視機隔離咁樣撲住佢，貼住牆都得，都已經可以啲聲咁樣擴散出嚟咯。咁啊，稍後有現場睇，因為一陣間我會同阿伯哥去現場裝呢一套。係啊，咁呢一套幾多錢咧？嗱。最實際我哋頻道粉絲價、可以有揾到阿法哥可以幾錢買到呢一套嘢？本來我哋就零售價建議零售價就係9000多元特價啦。咁因為阿 Mango 哥冇講多咗，多謝我哋咧，就係我哋嘅容易工作室嘅粉絲價，就係、是、新年好意頭8888。哇！喺含曬，恭喜發財啊！含曬呢一套，包埋啲線啊！線一般基本嘅衫啊，係啦，咁當然咧，我知道你呢度啲線係好多好貴嘅，咁都包埋線，包唔包安裝咧？安裝就睇下邊度啦。一般中山我哋如果真係上去幫佢調好聲啊成咧，咁就係幾百蚊嘅啫。OK， 咁就啲地方遠啦，好似琴日我啱去咗海泉灣，揸車來珠海好遠㗎。咁但係佢就仲豪華啦，大宅咁樣想整咧，更加係個成個環繞聲系統啊啲。TV 系統咁 OK， 事不宜遲，我哋稍後咧即刻去現場咧睇睇阿發哥點樣裝完，喺現場嘅感受如何？好，好啊，咁啊，稍後我哋即刻去現場睇下。好。可不可不要這麼樣徘徊在目光內？你會察覺到我根本寂寞難耐。即使千多百个深夜曾在梦境内，我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声挣扎有个情感奴隶，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叹慰。我哋暂停啊！整個過程咧就好開心嘅，大家可以見到其實好簡單嘅一套嘢啦。咁樣今日晏晝就同阿發哥嚟安裝咗佢啦。今日連埋個電視，所有嘅設備裝完之後，其實會令到整間個氣氛好好多。係啊，大家真係咁樣唱下歌幾開心啊！係啊，因為過年咧係啦，咁就呢啲氣氛就非常之好嘅。今日啱啱嚟到呢、這個非常正啊！哇，電視啊，呢、這個效果幾靚啊！仲有個豪宅嗰度，嚟個朋友屋企，跟住幫佢裝曬呢啲設備，其實都唔複雜嘅。係啊，都唔複雜嘅。咁主要就係你睇翻啲線點樣走啦。咁呢度未有完成曬靚仔佢，但係咧試到個音。
係 OK， 趕得切喺過年嘅時候為呢個朋友同埋太太一齊啊，唱下歌、賀下年啊，開心或者咩成啊，聚會啊，咁一堆人翻到嚟喺呢度就好玩啦，係嘛？咁啊，所以阿發哥嘅展廳啊，再次 show show 個地址出嚟，大家知道喺邊度。咁我哋現場係有感受過嗱呢個設備其實簡單，其實就可以帶嚟比較好的音效。係，冇錯。啊，一堆朋友過嚟聚會，點少得呢樣嘢啊？啊 ，OK。所以2023遇到容易，2023好容易，2024超容易。下期節目再見，拜拜。Bye bye。灣區生活知多啲，睇樓揾容易。喺呢段時間咧，好多香港嘅朋友翻嚟內地睇樓，有參加各種睇樓團啦，亦都有自己翻嚟呢邊內地樓盤去睇樓。咁喺呢度咧 ，Mango 咧推出咗一個定制化嘅睇樓路線服務，希望可以幫到你。定制化咧係根據你想要睇嘅樓盤啦，我哋同你提前商量好，規劃好去邊度睇，而且咧過程中咧仲會安排埋你最中意嘅美食，咁啊一家人又或者帶埋幾個朋友過嚟呢邊咧，咁就可以好針對性咁去睇一啲嘅樓盤，睇埋佢周邊嘅一個附近嘅情況，而且咧我哋嘅置業顧問咧會為你介紹清楚周邊嘅發展規劃、現成嘅一個情況，同埋介紹埋呢邊有邊啲人群會買啦，適唔適合你啦，因為買樓嚟講咧唔同嘅價錢都有非常之多唔同嘅選擇，咁究竟邊一個先係適合你呢？係咪純投資或者純自住，或者係買公寓定係買住宅，定係先租定係後買等等嘅呢啲情況咧，我哋會根據每一個人唔同嘅情況咧，俾翻唔同嘅建議你，同埋咧全程毫無壓力，大家好似朋友咁輕輕鬆鬆，響一日或者兩日嘅時間裏邊，將你想要考察嘅樓盤咧，我哋一齊去睇清楚佢。所以響呢度咧，誠意呼籲大家參加我哋嘅睇樓團啦！